该你来了，我家公主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婉儿，啊，公主专门让你在这等我的吗？是嘞，公主今日起了个大早，让咱们好好梳洗打扮，说今日和好友有约。那就有老姐姐帮忙引路了。少侠，咱们走吧。婉儿，我来了，让你久等了。哦，没有，我刚刚去了趟天芒司问些事情，也是刚刚才过来。可不是，那天芒司靠近皇城边，挑西达西，再乘雀西。雀啊，就你话多。啊，雀儿不敢，这就不打扰公主和少侠了，雀儿告退，有事的话随时等您传唤。都是我平时把他惯坏了，皮得很。刚刚那句诗的后面，是不是一日不见如三月兮？雀儿信口胡诌的，诗经没读几篇，整天就知道吟这些有的没的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是很美的诗句呢。对了，婉儿，你信中所说今日游园是指？上次万寿节之后，牡丹园中又进贡了些珍奇小兽，就想着叫你来一起瞧瞧。咱们边走边看吧。这些仙鹤还是这么风神俊秀，令人望之陶然。嗯，据说之前血衣楼的鹤王在离开戏法团后，还留下了一些养鹤的方法，让这些鹤得到了更好的照料。鹤王此人令人捉摸不透，但他对鹤倒是挺好的。这次还有一些东海的白孔雀，就在前面。这些白孔雀即便在皇宫之中，也是如此闲庭信步，怡然自得呢。有时身为笼中之鸟而不自知，也未尝不好。婉儿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怎会，都是我一时感慨而已。对了，西域还进贡了几对短尾小鹿，只是平日比较惫懒，去看的时候多半在睡觉，咱们去碰碰运气吧。在那边。嘘。这小鹿果然可爱的紧，让人忍不住想摸摸它们。驯养师傅那里准备了专门的草饼，可以用来喂它们，你要试试吗？说到草饼，反倒让我有些饿了。我还偷偷让小厨房准备了雪莲酥，一并带来了，你要不要尝尝？
为什么是偷偷准备？管教我的苏姑姑不让我平日吃太多甜食，总是说婉儿公主是不是又贪吃甜食了？这甜食啊，吃多了不好。你身为女儿家，还是得多注意自己的身姿体态，出嫁的时候才能风华万代。婉儿现在已经是风华万代了。你这学胡话的本领是和谁学的？竟然这么一本正经。今天真是多谢婉儿了，不仅能一饱眼福，还能一饱口福。我们之间还客气这些做什么？你能来陪我游园才是最开心的事呢。我在江湖遇到有趣的事也会叫你一起的。那咱们可说好了，